对不起，我忘记提醒他们了。忘记什么？哦，我们老板从来不吃苦瓜的。别乱说，谁不吃苦瓜？我不吃苦瓜。不是啊，我当然不吃苦瓜。老板，你以前都特别吩咐我们绝对不能点苦瓜的耶。谁说的？我不爱吃苦瓜，是我不吃。听到没有？孟回不吃苦瓜，赶快走！别让我看见了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端走了。你吃这个。来一份好不好 ？Hello everyone。徐总。餐厅老板跟我说，今晚 LS 聚餐，问我怎么没来。我没跟他说我已经离职了，想到走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跟大家打招呼，所以就带了两瓶酒过来。大家不会觉得我打扰了你们吧？不会。那就好，服务员。开下酒。谢谢。你吃。吃点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我给你拿。来，敬沈总、孟小姐，天长地久。孟总，你别喝了。少喝点。你少喝点，喝多了容易乱说话。陈毅，跟你一起打拼这么多年，我就这么走了。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你对我的帮助，为我向千山集团做引荐。我敬你，从今以后一杯两款。陈毅呢，酒量不好。你如果想喝酒的话，我陪你。来，陈毅喝。没事。找茬呢你？喝了好多啊，开心吗？我之前的那几个问题，你记没记住啊？我记得。那你记不记得吗？他就是，曾娟是谁？你说。对，是你。他属什么？猪。我属猪。谁是狮子座？我是狮子座。你谁呀？我曾娟啊，曾娟的曾，曾娟的娟，曾娟。谁不喜欢吃苦瓜？我不喜欢吃苦瓜，我端菜来都吐了。孟回的脸是谁划伤的？是我划伤的，错。我，是我干。哦，我们要给孟回说，是你干的。对。
对，哎，哎，哎，嗯，快快快，咱们俩之间的事情啊，啊，不要跟任何人说，任何人，嗯，啊，听清楚了吗？嗯嗯嗯，啊，嗯，嗯，不行。你喝多了，嗯，我又困了。你知道，孟怀，你一直都知道。是，希望大家都忘记。我先喝了。哎，那个，我们聊聊淡疤精华液的事儿啊。精华液。自从拿到专利之后，他就突飞猛进。飞！什么情况？好了你这的生意。喂，魏老板，虽然喝多了，你把它带走吧，我地址发你了。